说魏敏妮，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景福宫的集贤殿，韩国的集贤殿。在景福宫里有启政殿、施政殿等很多的建筑物，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集贤殿。我也同意，虽然现在在集贤殿的位置改成了施政殿，但是在集贤殿工作过的学者们留下的很多业绩是值得关注的。集贤殿估计不是学者们研究学问的地方，主要是培养学者和教育士子的地方，而且集贤殿现在的建筑不是只有一个，作为研究院的建筑都可以叫集贤殿。虽然现在只剩下一座建筑，原来集贤殿附近有200多件建筑物，这些建筑有御膳房、厅门等很多的建筑。1910年以后，日本长沙市几度被拆除了，只剩下现在的修正殿了。听说是200多年前第四代王世宗殿王建的建筑物，其实集贤殿是朝鲜第二代王正宗建的。如果一天就能复原全部的建筑物就好了，很多人就知道集贤殿是朝鲜时代建立的。真的吗？可是为什么人们认为集贤殿是在世宗棒的时候建造的？战争以后，因为王继金乱，景福宫一直曾经成这样的。但是朝鲜历史的争辩是从世宗大王的时候开始的，景福宫正是作为为了研究学问的地方使用的。集贤殿当人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禁言和肃言。禁言是因为当时朝鲜一入就是想见过王学习了儒家教育来帮助他们进行正确的政治。肃言是因为未来成为王的师子的初次职位，集贤殿的学者们也担任示范的角色。后来朝鲜时代的学者们把示范记录的文字变写成朝鲜王朝圣路出版，朝鲜王朝圣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为其努力，所以王一生都不可以看这本书。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一个与史官有关系的趣闻。听说朝鲜第三代王太宗非常喜欢骑马，有一天太宗骑马的时候，从马上掉了下来，后边跟着的史官当然要记录这件事吧。太宗觉得自己掉上马这事太奢侈太丢人，所以不让史官记录这件事。但是史官后来不止记录了太宗掉上马这件事，连太宗对史官说的话也都记录下来了。集贤殿有几件有名的趣事可以介绍一下吗？说起集贤殿有名的趣事是上世周，上世周是一名学者，直到叶问留在集贤殿学习，学者深造了。看待这种情况的是中大王把自己的龙袍给圣世哲盖上了，醒来后的圣世哲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是中大王最忠心的臣子。难道绿豆芽也是引用圣世哲的名字而来的吗？是的，集贤殿有名的问题就是因为这里是长征韩文慎用的地方，韩字在诗典上源远丁句又可写新闻虚荣心，这是我们国家非常骄傲的位置。以前去景福宫的时候只知道集贤殿是学者们发明汉字的地方，现在又了解了一下集贤殿，知道了集贤殿的意义，研究学问的地方。对呀，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故事。